几个月啊？系咩？你撩下佢啊！你话叫佢啲咩？你做啊？而家都数埋字啊！佢做半年佢有赚咗2000啊，差唔多。冇。哦，冇。100万赚1万，一日做1000万赚10万咯。冇。喂，我啲U呢啲港纸呢啲就好平，就100万先赚650,000，1,300。 半个点半价就等于650,000啊嘛，一价就等于1,300啊嘛，一般都系半价嘅啫，一般100,000先650,000港纸，好少，但都好啊，一般咯，呢啲系啊，系啊，一般咯，你啲唔使几低成本嘅都，系啊，唔需要大成本，就资源啫，系啦，同埋有量做到佢，你话嗰啲头辛苦啲咯，好辛苦。 揾得多咯，你自己估啊？系咩？一般般嘅咋，有啲麻烦。第二个，我都搞清啦。今日唔清楚啦。好，走啦，好，唔拜拜。 Thank you.